六老司机，天天都更新。大家好，我是六，今天要来看我自己的一场天梯对战。那这场对决是比较菜一点的比赛，所以习惯看高端的玩家们，可能会看得有点痛苦。那斟酌观看。那这场的话是15+啊，1500+的一个比赛。那也是天梯上遇到，那遇到这个 tank 也不知道是不是 PTE 的 tank。我不太清楚，因为我当时打这场的时候是在开直播的时候遇到的，很多聊天室都在说这个到底是不是 PT 的 tank 呢？但到了比赛最后他也没有讲话，所以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本人。好，那来看一下玛丽这个文明。那这场为什么会选玛丽呢？是因为我打天梯有时候会选开那个盾，就随机，如果对方也开盾的话，两边就会随机。那这个这场比赛刚好就选到了玛丽。那玛丽的话，其实我也会玩，就是应该说全部文明都会稍微会玩一下，大概理解都有，但是就是玩的好跟玩的话的差别而已。好，那来看一下这个建筑木材费用会减 15%， 这个在前期可以省下大量的木材费用。那你前期可以盖木墙啊，或者是升工兵哦，是稍微有点有利的。那再来就是每个时代军营单位会远程护甲加一。但是这个能力是从封建时代才开始，但到了帝王时代，你的剑勇的话，我们这影片有讲过，剑勇的话到帝王时代一支，你一支强弩要射35下才会死，很硬的那种。因为什么会有这个能力，是因为他玛丽是没有3级远射的，但是他有强弩，所以就很尴尬。虽然有强弩，但是没有3级远射，所以他对抗远程单位来说是稍微弱势一点。所以有点用这个军营单位去补正他对于远程单位的一个弱势。好，那这边金矿持续是多 30%， 这个能力相当好。如果打到帝王的话，这个能力就超级赚。再来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的女飞刀女猎手啊，这个单位也是非常的猛，尤其是打那种老鹰啊，或者是骑士啊，就有点像西征那种感觉。可以用甩的特殊悠悠，玛丽的悠悠也是特别强，跟那个飞镖骑兵有点8-7%像，但是飞刀女猎手比较准一点，跟飞镖骑兵比起来的话，因为飞刀女猎手她的攻击距比较近，自然的命中率就高，但是飞镖骑兵的好处是她的散射可以是攻击大量的扩散单位，她也不算扩散，就是因为她飞镖射的不准，所以就是射到的时候可能射到旁边的单位。如果对面是用 Z 字型的话，就全部出挤成一坨，那就可能被飞镖直接射光。好，那当然不是今天我们的重点。那我们今天在讲这个飞刀女猎手，这个飞刀女猎手打步兵跟跟戳戳，还有骑兵、步兵，还有骑士、骆驼之类的单位都很有用。但骑士的话可能要秀操作，不然只是那样一直砍的话，也是会被白换掉的。但是飞刀女猎手要出的话，就是操作空间，你的手速要够快，手速太慢的话，可能就很容易就直接白给了，跟西镇一样。但西镇的话跑速比较快，所以如果喜欢玩西镇的玩家的话，玛丽的飞刀女猎手是可以考虑一下的。好，再来就是他的特殊科技部落领袖，神圣中心不需要驻扎就会自动射箭，就是你的 TC 自动变箭塔的一个能力。再来就是彪悍精神，骑兵的攻击力会加5。那这个能力比较尴尬的是，轻骑兵是没有的，但是骆驼跟骑士是有加这。不好意思，轻骑兵也是有这个的。不好意思，他这个骑兵啊，讲的有点暧昧，是指全部都有，轻骑兵跟重装，还有骆驼，重装骆驼都有加5攻的这个能力，所以轻骑兵到后面攻击是会14哦，7+7的一个能力。还算是蛮强的，因为玛丽没有3级攻，所以最后就是2+5的一个能力，所以轻骑兵是7+7。但是为什么我会确认是7+7？是因为最近看了很多比赛那个玛丽的轻骑兵其实还是蛮好的。你就算主打其他单位什么火炮啊，或者是飞刀女猎手，黄金都给那些单位用，然后自己出肉马去打，哇，那个骚扰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。好，那这一场对手是达达。达达的话比较算是马弓型的文明，那他拇指环是暗器远战术是免费的，所以就是他打马弓上城堡打马弓是最有优势的一个文明。打工兵也可以啦，但是还要升级，如果你直接城堡要转兵的话，就直接转马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突然打了起来，
哦，这边是我跟对手的一个交换，他这边想要偷我高地打低地的伤害，然后我直接上高地反打，那有赚到两点伤害哦，所以就是我的血量会多他两滴，所以他这边只能就是被我追着打，但是也是刚好看到了，我刚好把鹿赶完了，三只鹿都吃完了，然后我这边开始在围家，但是我这边并没有视野。这边并不知道右边情况，所以我更不知道这个离右边还有多远，所以我就选择先这样子小围小围，好，然后围后面，然后让对方骑士进攻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，要跑远一点，那我这样就比较好防守一点。当初的想法是这样子，然后我那时候来到这边，干怎么突然跟丢了？因为他上封建时代，封建时代之后他就可以把我甩开了。那我觉得他这边有点微妙。上封建的话可以考虑跟我换一下，因为他上封建的话是五攻，哦，是三攻而已，他没有跟我换，我觉得蛮怪的，那没关系。那这边我这边是选择下射箭场，通常大家玩马力第一个直觉就是想要打马，但我觉得我自己啦，我不太喜欢打骑兵哦，我算是比较喜欢玩工兵的一个玩家，所以我基本上打马国我也是工兵骑手。意外的胜率很高，因为对手很难摸着你的打法，而且也不好守。那在这个分段里面，我觉得工兵的胜率非常高，肉马反而是胜率很低的一个玩法。因为大家这个分段大部分会玩的玩家都是玩马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马国真的比较简单吧，比较好上手一点，所以大家都是打马，所以自然对马的应对来说就会比较熟悉一点。那胜率自然就低一点，反正是打工兵，这个分段打工兵的人比较少，哦，可能要到1700-1800打工兵的人才开始变多，哦，那到那时候可能就会更难爬一点，所以在这个分段，你想要稳定上分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先练习打工兵，哦，玛雅、不列颠、哦，中国，哦，之类的，但中国有点进阶哦，玛雅也是，都算进阶一点的文明。那以前蛮推维京的，但维京现在没有拇指环，所以现在也不推荐打维京小攻了，虽然还是可以打，但是就是没有以前那种威慑力了，毕竟没有拇指环，打到后期会有点后继无力。然后呢，看一下这边，哇，那时候看到他三只马，我直接傻住，哇，没了，直接被收掉。然后那时候我只在找他的位置而已，但不知道他出了这么多马。好，那这边我是觉得我出了这么多马，三只马，先把家里围死，然后出第二个射箭场。然后兵工厂已经下好，再升一级射。我想说，等一级射升级好，我就出门。好，然后这里板就要出门了。但是我觉得马量有点多，因为我其实有看到，那个视野有看到一点点东西在跑来跑去。然后我的推估它是三只马以上，所以我这边是选择还是再晚点出门，然后多出点戳戳。啊，这边有点卡人口，因为这边双射箭场用出戳戳的关系，所以造成人口突然很紧绷。房子盖好，然后瞭望技术也点了，那这边卡人口算是小亏。好，往前走，那目前我算确实是小亏，村民数是落后两只。然后后面这边他把所有的马都拿去做侦查，看有没有到去外面去围架。好，这边可能是自己按插插地板了，然后被我抓到，是一个回头反杀。抽掉这只肉嘛，那后面的话我就是一直出工兵，出工兵。那我这边有在犹豫要点一级远防，但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必要，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转攻的话，我不会太想要去点。因为天空熊之前有讲过，这个一级防能点也可不点。那对方小攻多，你想跟他拼的话，那就点一级防是可以的。那基本上不要点比较好，就是你不点的话，比较容易上城堡时代，会更轻松一点。好，这边想要打城门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好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直接往前压，给他压 Z。有压 Z 的话，他就不好打。好，这边想要杀我小攻，后面开始偷打，后面还是抽出上来，但是没有打到。我这边控的有点太好，因为我在忙着升兵，然后再调配经济跟撒钱，所以其实操作上来说有点小小失误，但他这边也是失误蛮多的。他这边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在发呆，然后一直过来被我射一下，被我射一下，所以他就一直送掉他自己马的血量，所以造成他前面这一波可以算是没有防守能力了，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一直入侵，然后这边又被我送掉一只马，
那这边直接锁第二层，我看到第二层哦，直接想算第二层不打不打。那后面这边公兵被抓，我先往后拉，然后让戳戳过来，啊，守一下，给守住。那这只戳，这只小公你就没死了。那时候我一直戳这个门员，是因为我看到后面他一直在拖，然后我这边还在继续撒钱。我真的觉得边进攻边撒钱，真是很忙的一件事情。虽然平常每天在看比赛，也知道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但自己操作起来就会觉得哇，怎么这么忙？啊，前面要控小攻，然后家里还要撒田，非常忙。那这边因为我的进攻关系，所以这边 tank 好像有点慌哦，有点稍微小小断村了一下，所以村民数有点稍微追上了。那这边 tank 很早点下了城堡时代，他这边城堡时代上去 50%， 我这边完全上不了。我那时候其实我就意识到我有点有点小崩哦，因为填太晚撒太慢了，基本上就是要十个人挖木，然后填要疯狂撒，但我这边因为忙着控兵跟刚刚在打那边肉马交换，导致我这边有点太慢上城堡。我看到我这个兵量，我就觉得哇，我怎么落多兵啊，我这个不给他一点打击真的不行，所以我这边就果断直接走进去了。因为这边不走进去的话更没机会。好，这边直接走进来。好，蛮想要杀左边村民，但是上面有一坨，觉得往上走好了，往上走比较好。好，一个闪射，闪射，再闪射。好，再闪射，但是这边有点杀不太到了，村民有点难。好，这边决定往后拉。哦，这边小攻一直在出哦，我这个就是小攻不断流哦，一直出一直爽，就是要打到东西才甘愿那种。因为如果你这边如果断小攻的话，他这边你真的输时代的时候，他骑士一出来，你的工兵太少，虽然有戳戳，但是还是很危险。戳戳四只其实给他压力蛮大的，对，我真的是兵出太多，四只戳戳，而且刚才有只戳这边松掉，反正是五只戳戳。那这边有大量的工兵跟戳戳，还有两只战矛。然后这边我决定，好，一样就先点下城堡时代。目前看起来没什么太多东西。然后他这边也爆了蛮多马的，因为他是达达想要爆马，是双马就想要爆马。但这边我也很害怕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左边已经出去嘛，想说先回这个金矿看一下好了。啊，果然是来这边开 TC 了，这时候我已经有看到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他骑士压上来，我一定要打这一坨。那工兵就是要，可以不控没关系哦，但是是戳戳一定要直接往上戳。好的，但这边 TC 盖起来了，我就不能去骚扰这块金矿，也被他救到了。好，那时候我想说完了，怎么办？他这边稳稳上了，但是他这边经济有点小崩的感觉哦。因为这片田，这些田就没有做事了，把这个伐木区全部人都拉走了，这个来回的行走时间造成他经济上有点小小落后。然后这边赶紧补木头，不然他这边真的要断木了。好，补木头跟挖黄金，然后撒田，开始继续出骑士，然后想要来抓我这一坨。那我这边赶快走，操作一下，赶快把这个门打破，然后跟家里的工兵做汇合。因为这边差不多汇合之后，我就可以上弩兵了。那这一坨工兵里面的也可以救到。好，当初的想法就是这样子。那对手可能觉得我会再回头，然后结果我这边盖了一个木门，想来弄一下。但是这边我是坚决的是要出去了。好，这边我直接拉戳兵往后挡一下，不然这边真的会出事。啊，看到两只骑士倒下，受不了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，剩一只。好，那我这边顺利上了城堡时代。那这边瞬间点下了二级射跟奴兵，还有二级伐木。那我的经济状况不太好，因为我是想要树上射箭场跟修道院的，不是修道院，是那个学院。但是我决定还是先开二 TC， 因为我城堡实在落后太多了，而且我确实也看到他开 TC 了，所以这边我们要输人不输阵，我会开 TC 追经济，然后继续前压给他压 Z。那打工兵最麻烦就是你要很小心对方爆的骑士的数量。那我这边由于木头阵太少，修道院按不下去，为了不断攻哦，然后还按大血，然后还要存一些资源去点弹道血。我这边资源存超久，然后这边黄金有点失调，
哦，四条原因是因为这边有拉一些抽女去来盖 TC 的关系，那我觉得应该不能拉挖黄金的人，但目前还没有断工来说，看起来是还行，不算太亏。好，那这边直接把村民按到满，就是你在前线操作的时候，村民就按到满就对了，就避免断村。那这样的话，你村民就很容易追上对手。好，这边我叠下了一级防，觉得不行。哎呦，这边村民非常多。好，这边用直接个站岗来锁他的金矿。那对手 tank 这边直接开出了第三个 TC。那我这边 TC 因为有领先哦，那我这边房子没有盖，我有在控兵跟撒田。房子比较晚盖一点，稍微有点卡到，而且我这边才发现我一级铁没点啊，哎呀！反正这边想要点二级铁，结果才发现一级铁也没有。好，那我这边决定选择前置 BK， 然后来投这个金矿锁他金。那这边 tank 压力就很大，到底要往前呢，还是要来做这一坨呢？那就是一个问题了。好，那这边他选择要去我家后面做一个骚扰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发现他到底在哪，我这里的视野是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，我只大概知道他可能有鬼哦。兵没有在这里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我马上按下重装长枪兵，好，想要来升一点戳戳来防守家里，我觉得家里有点危险。然后果不其然，在这边看到了。然后我在这边觉得不行，他骑士在那边，赶快往前走，哦，继续做骚扰，在这边赶快盖房子跟补石墙，哦，赶快盖，不然这就会出大事哦。这个骑士进来，我真的会崩。好，这边我决定要继续前压，然后这边重装重新升好了，好，继续前压，让这边这些铁都不能中，然后稍微骚扰这块牧区，但是我这边忙着在用这些东西，所以这边没有控好。然后我也没看到这个 BK， 哎呀，直接被投烂！哇，看到这里的观众们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没了？我当下的心情也是觉得，干没了，真的是没了，心都凉了。但还好，最后有把这个投射给收掉。要是没收掉的话，我一定会更干，干一直满满的那种。但这个。城镇中心差一点就可以打下来了，但是 tank 决定回救，看他家里这一坨工兵顺利解掉了，好，决定回救。那我这边，稍微也解放了，因为有点忙哦。这边我在忙着挖石头，然后开始转兵，戳戳也开始按，然后前线又在 BK 投掷，就是我同时超三线哦，操，控不过来啊！我本来想要学那些高端们的打法，就是一次控三个地方，然后搞三个事情。但我发现我真的没办法，这个手速，要是再年轻个一两岁哦，回到十七岁的话，应该就有机会了。好，那这边戳戳过来，想要来防守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戳戳的量太少，啊，只有六只工兵，那看就是没救。那我决定也不控这些工兵了，我也懒得控了。那基本上这边就算是 tank 的一个优势哦。但我确实这一波骚扰也弄到他蛮多经济的，因为他这边村民数有落后一点点，大概落16村左右。那我这边则是完全没有被骚扰到，那他田有也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工作，经济上有稍微拉开一点。那我这边就是担心就是要怎么防守这一波骑士进攻，所以我这边一直疯狂按长枪兵，然后电刀水按好了，然后挖石头想要来插城堡防守。好，那我这边完全抓到 tank 的一个心思。那这边我确实有很多长矛兵防守，他也不敢正面打，后面有更多弩兵跟上。好，右边我这边开始盖哨站，开始来控一下视野，不然这边地图太暗，不好抓一下对手的一个去程。哎呦，但是我这边看到他的骑士非常大量，但是我那时候犹豫了，我在想到底要不要前压 BK， 然后控这个金。但想，哦靠，不行，太多了太多了，闪了，走了。我这个打下去没有好结果，所以我就直接后撤，这些弩兵直接往后退，这个不能送，这个送就没了。然后这边有点惨啊，他直接发现我的长兵送光，然后想要来这边前压，好，这边赶快盖木墙，然后盖石墙，然后来防这个。然后这边有点赚到，因为他在砍我的木门的关系。
那有很长段时间并没有在对我的兵做输出，那我的兵一直在输出。虽然这里他看起来是赢了啊，却事实上他也是赢了。那我这边拿更多村民出来，想要来救这边这个道特堡啊，等这个道特堡之后拿更多村民出来，所以就盖起来了。这个没盖起来的话，我可能真的就要 GG 了。好，那但是虽然被杀了大概十村，也没有到十村，但五六村吧。啊，村民数还是领先十四村左右。那他应该是有稍微断村，然后开出第四个 TC 了。那我这边依旧是三 TC 哦，因为我觉得都已经达到三十几分了，再开 TC 下去上帝王时间会更晚，而且我这边有点爆金。然后才能变到六，然后这边决定要买卖上帝王实弹，而且我都有城堡，然后转入一些长枪兵。那我这边没有集结上帝王，就是因为我四级每次都太晚盖，四级应该要在城堡时代有空的时候就盖一下。但是刚由于一次很缺木，超缺木的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这边木头挖完了，一定要跑到这里挖。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他家里已经盖出前线有个 TC， 然后心里就在想，他主力是想要打头车加骑士的样子。我这边视野看到资讯就是弩炮、头车、骑士，前线盖个哨站真的是蛮有用的，获取大量资讯，打一个资讯战是蛮核心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战术。我觉得 RTS 游戏都是这样子，像星海争霸、魔兽争霸，这种 RTS 游戏就是你的资讯量有多少，你的生命就越高，就是侦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然后这边打打，这边一攻也没有按，只有二防而已。但我这边已经开始在升帝王实弹，然后再按下了马凯的一个升，这个马凯的科技，然后开始要转马。那我这边想说，哇，这么工程器这么多，我这边转马直接转落魄，他不就 say goodbye 了？我当初的想法就是蛮单纯的。然后看到他在捡遗迹，我就觉得稳了，这下真的是稳了。好，那对手这边按大学要来点这个弹道学，可能是想要转马攻哦。但他又看到我这边工兵蛮大量的，所以他这边转马攻也没有转得蛮果断的。正常来说，他要转马攻的话，他现在就要开始按马，但他这边是优先下大学，我觉得蛮奇怪的。正常来说，真的要转马攻的话，应该先下双射箭场，然后再下大学。然后先让你的马弓亮先起来，因为马弓没有亮，基本上打不赢。好，我这边决定前压一个城堡，来一个高地往前压，想要来看可不可以打到点东西。但这边头车蛮多的，而且我根本没有在控，我没有在控，原因是因为我想要争取时间而已。然后这边稍微小做操作，哎呀，但是对手这边打得很好，但是我这边戳错的量也是蛮多的，戳死了蛮多的马，这边马的量越来越少。他这边在投我的村民，反而不是投我的弓手，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，怪怪的。还在投我村民，我就果断把他的头车射掉了。好，那这边他直接来硬 A 我的弩兵的关系哦，所以造成他的马一直被我的长兵戳，然后这些残血的长兵反而戳掉了大量骑士，所以这一波我也算是小胜小赢嘛，有点算。然后这边我怕骑士冲过来，所以我马上按下了城门跟石墙，我赶快盖这个。然后拉更多村民来盖这个堡，然后这边已经上帝王了，然后先按下了这个巨型投石机，然后标杆技术还没有按，好，投石机先按。好，那没意外的话，对，他这边也是盖城堡。哎呦，这边我在干嘛？我也忘记了。好，这时候我在转骆驼，然后三级马凯也上了，一级弓也点了，然后这时候他才刚要上帝王实弹，但是我第一条远投已经出来了，而我这边是双宝，双宝的概念就是我的投石车可以出得很快，那但是这边我真的有点缺金哦，然后有点缺各种资源，所以我不太确定到底要怎么搞。好，打算是先来挖石头，然后再加继续撒田，把它田再继续撒多一点。好，右边也把它围起来，避免被他一个骑士 BD， 那我就很麻烦了。虽然有已经有骆驼了，他来 BD 应该也是救得到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小心为妙，打谨慎一点。然后家里的兵没有往前派也是一个问题，就是有点操作失误。
控不过来，简单来说就是根本控不过来。好，那这边决定我要上了，三级马卡一好，重装有了，我就觉得可以上了。因为他这边还在等变身时机哦，我应该要等他变身前，变成重装前打一波，我才会有优势。那我这边没有先去抓神女，因为我觉得这边神女已经会找到一只，所以我就不想理他了，我就直接硬上，我先把这边直接骑士吃掉，比较重要。那确实哦，这边骑士只有三只在里面，然后变成重装，然后前面的骑士基本上都送光了，然后小峰也可以过来了，可惜能炮都没了，我就可以开始往前射，把这个 TC 弄掉，让他断金，基本上他就两一半了。这个宝没有先打，原因是我觉得先断金比较重要，然后再来打这个宝。然后这边有点偷，本来想要走过去射这个牧区，好，但是应该是没了，对，没了。因为他这边小断金，经济量可能就跟不太上了。对，经济确实有点惨，黄金有点缺，但食物蛮多的。这边金也没有挖起来，那这边的话算是我的人口跟经济算是一个小优，他的人口只剩下97，那是92人村民，只有5个是军事单位，就知道他那一波送掉之后，爆兵想要再爆有点爆太慢了，就是爆兵的时间不太对，就是你要爆兵的话，你一定要提早爆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大学可能不能先盖，先盖两个射箭场，先慢慢出。不用一开始就补到这么多射箭场，一次补这么多射箭场，真的是把，可能在打 AI 吧，才会这样子打。打 AI 的话就会一次补很多射箭场。那我的习惯也都是先盖几个，然后慢慢出，慢慢出，然后后面再继续补，这样一开始就一定的兵量，也比较不会那种资源没办法转换成军力的问题啊。那我这边就是尽量的把资源换成军事单位，然后一直往前压。所以人口数很快就逼近200，所以村民其实也不用一直按了，到127左右就可以停村，然后就开始全力拼科技，然后军事往前压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点，因为真的是按太多码，就你平常都没在按码，那你还是会有点危险，就是还是要习惯，就是用少量的军事军营或者是射箭场码就单位，少量少量的出，那时间一长了。也不出大量的军事单位的建筑物。好，那么来看一下统计资讯的东西。经济上我是全营，我的配置跟营运来说，我比较注重这方面。我算是一个很喜欢农的玩家。我觉得这游戏有可能是 Viper 影片看太多了，就是觉得这游戏经济就是核心，防守是其次。防守不是其次，防守也是核心，防守跟经济是核心。进攻反而是其次哦，对我来说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边他的时代也升的比较好，我是觉得我的封建时代跟城堡时代有时候会打得太好，像升级的时候，不太知道该哪时候该断兵，该上城，就觉得该打凶就打凶，打到底当就好，对我来说比较直观一点。但只要到了城堡时代之后，就有点像是到我的时代这种感觉吧，就可以开弄了。然后就会后面就会打得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这边看起来就确实是城堡时代才慢慢逆转，不然这边真的是快要崩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再帮我按下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